个刚来的，他没资格这么说，他就在中国两三个月。妈妈，中国很安全，中国牛逼，我爱中国，放心。只要矿说你爱中国，你就火了。可是我这个人真正的火在中国十一年了，但你说我去搞这种内容，是不是有一点过分？太low了。我是在中国十一年了，意思是我就是喜欢中国，我不是现在要去跟你说我爱中国，我爱中国还是什么。这位拒绝流量密码的外国小哥，据说是全网唯一的毛里求斯 UP 主野人哥。能不能配辣椒吃啊？不要想着它是大肠。来中国十一年的野人哥，听说有九年都在学习医学。两年前临近毕业之时，他却决定做全职视频 UP 主。我们到一万粉已经过去了，可能三个月了吧？不止了。那到四万，现在我们四万五在 B 站，没怎么赚钱。什么没有赚钱？是亏钱，好不好？是亏，对，在往里面。不是亏，就是对你偶尔在找钱放嘛。就是在亏钱。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、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，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，一定有着很深层的感受。广州南沙。Hello，Hello，来，请您进。是我们的摄影师小白。Hello，Hello。生活跟工作它是在一起的，是，所以就很挤。这里就是我们拍视频的地方。就把这个凳，就把这个，哎，这个往地上一扔，往这一坐，哎，就行。对，然后一般都是穿着内裤的，就是、还是短的那种，这下面啥都没有的。下面穿着一条大裤衩，然后上面就穿着。穿好一点嘛。我要去榴莲。榴莲太贵了呀。那我要去榴莲。千层。现在的账号内容由野人哥和妻子两个人共同制作运营，事实上这是他们尝试的第五个账号。之前没有粉丝吗？你看我们之前玩这种就是做那种长气球的视频，然后剪音，现在看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，包括这些灯光什么的都很到位啊，也挺搞笑，可是没有人看。我们做出最牛逼，我都去学了 AE。它的灯就比较暗的，平时这种我们就正常这种比较亮的灯，就这种细节真的是做了很多东西。是啊，是我做的，然后我心完全崩溃了。二十播放，你说二十？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露脸的时候，被骂的几率更大。我们在 11PM 发的第一个视频是我们两个结婚登记。就是去领证的那一天的 vlog， 也是被骂得很狠呐、啊。就是那些很多很多键盘侠们觉得这是一个黑人，中国的女人就是那一种，但是其实但她不是黑人嘛，她是棕色的人。不管我是什么颜色的嘛。如果她是白的，骂的其实真的会少一点。主要是我不在乎被骂的，我在乎。可是她在乎。我怎么被骂我就笑的。是那种内心特别强大的人。那些人骂他，他会说哦，他又给我贡献一个数据，一个评论了。但是我会在乎，因为女孩子肯定会更，你会想着想着这种东西。而且我又比较焦虑。那你们第一年的时候的收入是怎么办呢？因为没有什么。我们到至今都是亏钱，好不好？是亏。对，十一个月左右，收入多少？三万。两万。
2万多，没有3万。2万多，包括广告。那2万多收入，所有的钱都是在放在内容里面。如果不是内容，那这样就两台电脑就已经2万多了，好吗？野人哥出生于毛里求斯的兽医世家，高中毕业后听从家人的建议来到中国，先后学习了临床医学和动物医学。毕业后他不顾家人的反对，选择了不同的人生。因为我知道兽医专业的生活是怎么样，其实医学我也知道，就是我爸爸一整天在那边在切，在把内脏拿出来，我在他旁边看着，然后突然在我脸上血，就是我看过都看过嘛，所以说我知道这种生活是怎么样，我还是选择如果有一个另外一种生活我就选择另外一种。年底啊，特价呀，收工价呀，要不要？啊，收工价就是卖完这么多就没了。6点钟了啊！我们要多少？你说动工价多少钱啊？25块。本来多少？本来28。哎呀，那这个不叫收工价嘛，因为小打折嘛。已经打了打折了，8折了。给我挑几个好啊？挑几个？哎，48。要多少？我一斤吗？一斤，哪里挑这么多？一斤。我们是夹在面里面炒面的。对，不需要很多。炒了可以。多少钱啊？这普通话比我们还标准。还行，42嘛。啊。普通话比我们还标准。我们说普通话。不会的，太客气了，客气。我们什么时候能整一只帝王蟹吃？没钱。2021年，野人哥和相恋了6年的女友结婚。为了节约开支，他们从广州市区搬到了郊区。来，一起抢。我们帮你们抢，是30减15的券，每天下午4点可以抢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抢这个券点外卖。我一般抢不到的，我一般都能抢到。他的手机是5G，我的还是4G 的。抢也抢成功了，30减15哎，真的巨划算。你看这种操作啊，15块钱直接减，30减15。之前呢他跟我说有这个，之前我不要，我还得去抢一个红包，麻烦，我干嘛要用红包直接付嘛。那你说15块钱不是钱吗？那我们用这种红包用得炉火纯青。为了更好的运营账号内容，妻子在1年多前放弃了月薪2万的工作，两个人全职做起 UP 主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了变化。那你现在的收入主要以毛里求斯那边的房租多吗？差不多吧，几千块一个月吗？没有到10000吗？没有。我们毛里求斯的房不会打到像中国一样的房价。那所以你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没有很多耶，就几千块啊，就这么不是六七千块钱加我们在之前有2万的美少女。Yeah, 你知道我这里，你知道这个房子的租金是多少吗？2300。嗯，2300。那就是靠4000活着。Yeah, 而且在用这个钱，还有一只狗，在用这个钱拍视频，这是学会怎么生活。没有钱了，你做一个饭。傍晚，野人哥打算做一道传统的毛里求斯菜招待节目组。没想到的是，这道菜用到的调料却非常的眼熟。今天做的是在毛里求斯的被中国文化影响的炒面，那个这个叫什么？上油。生抽。生。就是酱油。酱油，一点老抽加腌制嘛。蚝油，那这种就是在很多的中国菜都有会用的。那你们家里面也会买这种中国调料费吗？ Yes， 是你从小就会吃的东西。Yeah，嗯，可是这个炒面的做法是从很早之前来的这些中国人来的。一个毛里求斯家庭，他
他基本上应该会做一点中国菜，一点印度菜，看你怎么活生活。我父母是各种菜都喜欢。所以这个酱里面的成分有哪些配料？醋，白醋，蒜蓉，糖，葱，水。不错哟，好吃。他来说他会加一点辣椒酱吗？他比较重口味，他会加一点辣，所以我完全开心了。好吃的。这一次做的比较成功，不错。这里面每天都是看着海景吃饭。看着海景，海景房。也算是啊，海景房。当然算是了。但是我们很开心，从天河区，从广州最拥挤的天河区，最好的决定就是做这个了。从那边超级挤的，然后搬到这里就很。很舒服，不过如果上班的话，肯定是不能住这种地方。是的，就是低成本的愉快生活。是的，所以你说做视频穷是穷，但是真的，你的日常开销、租房这些都没有上班的时候贵，是变相的削减了成本。所以你们就是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的状态。也不是很满意了，钱多一点就更好。永远的不满意。等到我达到我的，可是不管满不满意，你就是要开心嘛。为了更快的涨粉，他们今天打算第一次尝试拍摄竖版短视频。你再走前一点，走前一点，然后往下，这样稍弯一点点。这样子往下对着这里，这个 捧在这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我来中国十一年才能，我来中国十一年才敢做这种菜，这种菜。我来中国十一年了，我终于做了我一想做但是不敢做的。太长了。这种菜怎么说？这道菜。这样子吧，十一年。我来中国十一年了，我才敢做这道菜。这道菜。我来中国十一年了，我才敢做这道菜。这道菜吗？我来中国十一年了，我才。举高一点，你越举越低了。我操！我来中国十一年了，我才敢做这道菜。我来中国十一年了，我才敢做这道菜。四块钱的爆米花，一块钱的辣条。第一次的竖版短视频内容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策划出来的，但尝试的结果却并不理想。所以为什么当 UP 主的意思是觉得 UP 主就是比较赚钱，然后比较自由，为了又有自由又能赚钱，有机会赚钱，生活会比较有趣，然后比较现在还是比较有前景的嘛。就是我们要知道，现在这四个点有几个实现了？自由和有趣。要坚持嘛。我觉得如果我们继续坚持，100%会成功的。要坚持多久呢？不一定，有一些人他坚持几天，他被骂了，哇，爆了。有一些人要坚持几年，3年、5年，后来他整个生活就已经改变了，他想去哪就去哪，很成功。好羡慕那种爆火的。可是如果你不坚持啊，你从来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？我住这里的理由是，第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老婆是中国人，对，是中国人。过了这个 step， 还有很多好话可以说吧。
我喜欢中国，我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中国的方面的一些东西，可是我喜欢的比那个不喜欢的多。嗯，对，我说过中国是中国网怎么说网络发展，网络发展，中国网络的发展还是一个小 baby， 那个潜力是你想不到的。真的我自己都应该想不到的，真的是很深的可以过去的，所以1000100万这是有机会的，哪哪都有机会。对，谢谢。嗯，开始很开心。那么认真的吗？我们已经是兄弟了。哎呀哟，还挺认真的。可以，很乖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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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是仓库，这里是仓库，给你展示我们的各种各样的。灯不是很好的，我看一看啊，还行。来，老乡，羊肉串是不是 OK？ 两串关键说两串太少，像我们江西老乡说四串。哦，也是，就是的，男人都会犯的错。